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进入摩托车群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神冈这边。那这一场呢，之前我们有拍过片，也有拍过弹跳台，也有又夹很多抽抽乐，还有之前好像夹一个 fin 啊什么的，那个我忘记夹那个是什么了。卫生纸啊，夹卫生纸，然后可以拿上方的什么公仔啊、巨无霸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来到这一场，就来这一场再小巡一下吧。好，就我们这次来到这一场呢，竟然发现了一台在外面也没有看过的一个玩法。它这个是夹球，那球。如果有机会弹到那个胶带上面的话，它这边有写到弹到胶带内上面的公仔可以随便挑一样，或者你把它夹出来，夹出来这边可以戳戳乐，戳的戳戳乐后面也有那个公仔可以拿，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吧。而且它保夹450，目前雷保200，只剩250，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弹进胶带应该不难吧？是吗？哎呀，因为它那个胶带如果真的这样下去的话，应该是会粘住。而且它这边总共有五个胶带。啊，如果我把胶带夹出来，那怎么算？就不算、啊。因为它胶带。胶带可以把它扣的吗？啊，这个。这里你对不对？只上一下就好了。那内丢。对啊，内丢基本上都会内丢，然后就进洞了。应该是可以啦，它有跑出来一点的。嘿，内丢，哎，丢太远。对啊，不会外丢。哎呦，哎，那我想到了，那我们如果把它胶带都集中呢，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因为它这只爪子上面也很特别，它怎么用三个那个？板子粘着，哦，我只期待能不能进洞而已。嘿，嘿，哎，哎，差点丢进去。嘿，嘿，但它好像掉下去那一刻是完全都不会弹，然后球怎么都跑去正门了？那你讲那一颗嘞？你说这一颗啊？这样哦，啊，夹这里就丢，没办法，天不从人愿。嘿，还有外丢，哎、欸，这样啦。可是我感觉它好像全包外丢，哎，刚那一下是外丢，只可惜没有丢出来。嘿，嘿，放这么多颗，来一颗吧。啊，剩20块吧，哇！来了，保夹。你过来。嗯，把东西都补满，都补满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打。中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过。过了，我这边小试一下。甩过去全包，这样子，外，奇怪，他刚外有外这里耶，然后我这边球做满了，他是外这里也会出，这样子，外，哎，奇怪了，哎，嘿嘿，脱钩，那这样我可以戳两洞了。一二外，哎、欸，我一直想要进一个胶带，弹一个进胶带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安呢？这一颗，这一颗怎么会脱钩啊？一二，哇！嘿嘿，哎，没办法，刚差点进啊！那个胶带不过来，让我进一颗嘛！
嘿嘿，我再小试一下，这样我们出三个了哎。一二，有种弹进那个洞，有种飞一颗进去。一二飞，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一个胶带是不是可以拖过来一点？这样，对啊，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放在我正门啊，只是你这些球，因为旁边都有球啊，可是那边吃得到胶带呢，那边比较高。这个这边比较低，吃不到。它有点难弹进去。对，真的是有点难。嘿，甩这个角度好像都往那里丢，滑掉。会不会只上一下就丢进去？因为机台本身会内丢嘛，我们这样子甩可能就不会内丢，但是直上一下基本上应该都是内丢啦。啊，为什么起不来？不知道哎，卡住了。丢，哎，丢，哎，中了吗？哈哈哈哈，只要丢到那个胶带，台主这边有写，上面的东西全部。任选一样，好了，有好了，成功。你看，事实证明他胶带是丢得进去的。你看，我只打170就丢进去了。然后这边可不可以10元的砰，再一颗？是吗？那你要先拍照吗？应该要先拍哦。你是不是怕打了再掉出来？对啊。还是我们就这样就好，反正我们有达成了嘛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拍照给台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刚刚也密了台主。我们有跟他讲，我们有投中了一颗球在胶带上。那我们现在能够戳三个洞，我们就来戳洞吧。嗯，这边三个，它好多洞哦。它的洞是比较多了一点，但是我们就试试看嘛。然后拿三个洞，哈哈，没有纸啊。哎，1到20哎。哎，16，16是不是公仔？我不知道，你全部抽完嘛。哦，嘿，1到20好像是公仔，因为它这边有写1到20是那个左边那黑架上。我们刚刚去看1到20好像都是公仔，只有21到28是那个什么暖暖包海苔啊。嗯，嘿，一抽公仔怎么样？换、哦、你，脏，来啊，换你啊！哇，你真正衰，刚好21，刚好是那个暖暖包最第一个数字，然后再换我，来，我来，我今天有灵感。你看哦，咚，有了，哪里？6号，6号，卖给，76，啊哈，好啦，那至少你看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刚刚打这样子，第一个也是捡宝嘛，捡完宝之后有两个也少少出，然后又加上我们还有一个公仔可以拿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总共可以拿两个公仔，嗯，也还不错啊。然后16有没有？16，嗯，金正公仔也一只，那我们再去觅一下台主吧。然后我们就去寻一下下一台，我们来玩一下隔壁台。这一台就是湿纸巾，刚好我们也有需要，因为我们这次出门忘记带了湿纸巾，剩不多。哦，它下爪是快的，捏一下。能越过吗？哎呦！哎！对啊，他不怎么不直接飞过去就好了。哎，又两次哦，少了两包。但他吃到他会很扎实的丢。这能不能过来？这样呢？啊！吃到不行，吃到都不行了。对，他除非吃毛边啊，
吃毛边应该可以，但是因为它的下爪是比较快一些，我比较喜欢慢一点，那这个有点快了。丢，勾，哎，回去。对啊，哇塞，喷啊，起来。二楼也没用。二楼因为它的下爪比较快一点，但是如果它的下爪是慢的话，我就可以甩过去很顺，刺在它的最上缘。但是它下爪是偏快，比较快了一点点。哎，哎，有了，终于。它是要夹两包出一包、啊？对啊，我刚刚是不是都两包，都有一包差点出？对啊。它的逆斜爪好像可以把东西一直带去正门，是吗？嗯，等一下我看能不能抓那个脚，这样子拖，来全包，没有啊？哎呀，丢不过去啊！哇，你把前面弄一弄就好了，好吧？两包，一起就，哎，哇，应该是还可以出个一包了，我们至少把它再打个一包了。哦，它怎么 hold 住啊？起来两包，至少出一包吧。哇塞！夹到一包。哇，他夹到一包，那个太稳了。有了。我刚刚那个真的超级超级饱啊！他就是真的要捏到，你看像刚刚那样的二手捏在最毛边。我再试一次，极致饱的感觉来了。有没有？来哦，它就只能拍在这个，真是毛，这样太多了。没有吧？哇塞！就这样吧。好吧，我们就夹两包就好吧。因为它的重点是它的弹性，并不是说我非常喜欢那种下爪非常慢。如果你看它，如果下爪非常慢的话，我甩过去都可以拖公仔也好啊，拖什么也好，但是它下爪就偏快，打下面的就比较容易到，但是在上面的话就比较难抓一点。好，那这一台我们就夹这两包吧。那我们就戳两个洞，因为它是夹一抽一嘛，戳戳看，来两洞，来两洞，我感受一下。哦，这个我感受到了，有了，中了。是吗 ？A 是这一个，这是啥？哦。啥啊？哦，哥林不锈钢，吼吼，电子锅啦。哦哦哦，这会好吧？来换你。啊，可是我刚刚没中哎。你试试看嘛，这个运气嘛。因为我刚刚在搓的时候，这一个洞发光。哦，那你看一下还有其他洞发光吗？好了，这个。随便啊，我没事哦。完了，这是空的。空的，你看刚刚这个在发光，不然再加一包。不要。我一抽 A 哎。但是它的弹性是好玩的，因为它毕竟它没开爪距，它爪力也强，然后甩幅也不错大，就是怎么讲，你要拍在那个很及时、比较极限的地方。不，你看它该给的都有给啊，它甩幅也有啊，爪力也有啊，只是单纯下爪比较，我们比较不习惯这种快一些些的啦，但是要打真的也都不是问题。但是你看毛，没有吗？再一次，哎，哎，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还头？哦，上瘾了、啊。然后我再把这一个，看能不能把这一包吸在它的毛边。那一个它有露出一个小毛边，
然后它又45度角，又有一个那个小斜坡。哇，这个要锚。有。你看是不是？结果甩错包。有出都是好事。就那一个啦，那个让我小试一下就好了。嘿，好，放弃。但是我们竟然又意外了，我们原本打算再打一包，但是出了两包，那就可以再戳两个洞。刚刚这一个洞在发光，我先戳它。发光嘞？啊，熄掉了。它刚刚发光，然后它现在那一个灯暗掉了。好吧，那就剩一个了。发光的上面。这个公仔那个 B， 这个啥？哈，怎么是 G？G 啦，熊大，熊大的那个一个靠枕吧。哇，但不到公仔。对啊，但是也不错啦。是，你看我们这样子，后面那两包也是少少出，又抽到了一个熊大，而且那个狮子巾，重点狮子巾还是我们要用的，刚好是。额外的有点贵，哪有，是只有第一包第二包比较贵而已，好像第二包吧还是第一包，反正有一包打比较多，但是后面你看后面两包都少少出啊，也 OK 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又打了一个熊大，然后我们命一下台主，再去寻一下其他的。这没开爪具耶。命就开，没有，它已经降到最低了呢。这一台微放，微放的话，把那个铺平，把这个抱枕铺平。这一台要出个几样，我觉得可以。就是那个抱枕要铺平。哎呦！哇！先挖。对吧？先挖。把这个都挖出来也好，荡掉也好，它荡看等一下放能不能往前弹。那半原位。哎呀，没出来啊！奥瑞，哦，来了。上面那个。对啊，最好是都下来。它下来的话，应该出应该不是问题。勾。可以，那个下得来，来了，凹到下来，哎，来这个下来，下来，好了，应该是 OK 了，二手出，五档，那这个再下来，我们把东西把那个洞再补满，这个应该左右顿一下，拨一下，应该就会出了。好了，等下是不是有点挡到它、啊？没关系，出了，嘿嘿，那现在能不能夹到巨无霸起来卡到出？哦，嗖，哎，哦来了，这个有了，只要捏到回不去。哦，中了，有，哎，停后面，哇塞，回来啊，回来，有，应该可以，拖一下，拨一下，拿得到吗？好像有一点，哎。再来，秒数不够，拨，有了，来，我们再来看能不能把这个打出来就好了。这个感觉很重哎。哎呀，哇，这个什么？有重吗？有了。我再把后面这个再带过来一点点，
哦，后面那个才重呢。那什么？好像是一个挖土机，但是会不会是合金的挖土机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才会特别的重。哇，更大洞！来啦来啦，有了，拖，有了，拖，有了，漂亮！而且刚刚二收在那个束带之上了，不然应该会拼回去。好，那这一台我们就顺利夹三个。今天我们就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我们今天来到这场，总共就夹这样子吧，算非常的不错啊。像我们第一台，你看我们一开始是想说想要试试看，因为那个是很新的玩法，可以把球丢到那个胶带上面，结果没想到我们实测下来是真的丢了上去的。而且因为它的胶带，它丢过去之后它会止滑，所以很容易它丢过去的时候它就掉在那里，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一颗是直接丢过去就卡在那里，所以事实证明它是打得进去的。然后后面又有夹湿纸巾，也有搓搓乐，也有搓到一个歌林的电子锅，还有一个熊大的抱枕，然后后面就是三个出货感，也还不错啦。今天来到这一场感觉非常不错，尤其是搓搓乐运气蛮不错的。那我们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应该就抽我目前看到一个最实用的商品，这个感觉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哦，而且它是歌林的，它是有牌的，然后它是不锈钢的，这叫什么？钻石锅吗？嗯，这是念钻吧？对，哎呀。然后它就是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加热一段二段，然后里面可能就是你要煮个小火锅、煮泡面、蒸包子什么的，你就是个人的一锅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用，而且它又带一个运气的成分。你看我们一抽下去就是它了，所以这一个非常不错而且实用的商品，这个电子锅就送给大家吧。好，那这一台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